直播吧。10月1日选，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前中甲外援维克托·埃尼切比 Victor Anichebe 向 FIFA 投诉了北京北控涉嫌操纵比赛。英媒表示，埃尼切比在比赛中曾被主教练要求不要射门之后提出了质疑，但是队友却告诉他，这里是中国 This is China， 我们要按照教练说的去做。每日邮报称，阿尼切比从去年10月以来一直与北京北控发生争执，并寻求法律手段来处理他的案件。曼彻斯特的体育律师克里斯法贝尔 Chris Fano 代表阿尼切比与北控的总经理进行了接触，但是他呼吁采取行动的要求两次遭到了忽视，目前仍有待进一步行动。由于缺少比赛，阿尼切比也因此错过了俄罗斯世界杯。目前阿尼切比已经向 FIFA 提出了控诉，虽然北京北控对此进行了否认，但阿尼切比希望相关机构能对此采取行动。阿尼切比现年30岁，尼日利亚籍前锋，曾效力于埃弗顿、西布朗、桑德兰和北京北控。